抱歉啊，数位农民力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发展友善农业必须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气候节令来适地适种。那目前台湾依据的这个农民力其实版本虽然很多，但是都有一些过时，而且它的同质性很高，然后面积太大，所以以至于就是它没有办法去因应现在的很多气候的变化，或是说地形地貌造成的微气候，那早已不适合台湾农村使用。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如果可以建置一个开放的共比平台，让各地的农友来共创符合台湾各地生态农业作息的这个资讯，那会不会是比较合适的？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结合这个OpenStreetMap 的地理检索来让大家可以把这两个整合在一起，那可以给更大的注意。那其实我们初步的目的是想要让农民第一步可能是先让农民作为我们的主要的诉求对象，让他们知道什么时间或是什么现象出现该从事什么样的农务工作。那我们第一个要完成的事情目前我是比较锁定在节气和作物，也就是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农民可以种植什么，该怎么种和什么东西一起种。那我这边有一个 sample， 就是说节气与作物，这是我初步整理的其实目前网络上还有农民力上面，这是结合网络和农民力目前 的一个资料。那这边呢就有这个四季合适种植的蔬菜有哪些，然后还有几月份可以种植什么，还有各个节气该种什么蔬菜。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资料就是这个样子，它是条列出来。那这些条列出来资料呢，很多时候是有些是过时的，有些品种已经不存在，或是说我们有一些是已经是新增的。嘿，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想把它做一个 update。那另外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做一个例如说我们个索引，我们每一个蔬菜应该要建立什么样的资料，嘿，例如说什么形式适用性用途，然后植物应该共同作物什么，必须作物什么，嘿，这样子。那目前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需要帮助是第一个评估合适的既有平台或开发者。那目前我是比较偏好这 Wikipedia 来做第一版。然后第三个是要整合地图资讯，第四个要确立这个植物的索引表，第五个就是一个 UX UI 的设计，因为要给农民使用，所以要考虑到农民的一些情境。然后第六最后就是一个核心的编辑人员，欢迎大家一起 join， 谢谢大家。